你想学人像插画吗？这些是不是你在画人物的时候容易遇到的问题呢？像是脸部的比例抓不准，或是脸上的光影怎么画都不自然，还是说抓不到人物的神韵，或甚至连怎么下笔都还没有头绪呢？嗨，我是元琪，在线上教大家用 Procreate 画画已经有六年的时间，累积超过5000名的学生，以及超过10000本的教学书销量。接下来我会教大家用 Procreate 画出精美的人像插画。这次的课程总共会分为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我们会从比较简单的四言会风格人像开始，从比较基础的结构以及比例开始练习，一步一步带你画出一张好看的人像画。第二个阶段会是比较进阶一点点的写实风格人像，会有比较多的素描练习，带你深入了解光影、结构以及色彩的运用，帮助你大幅提升作品的精致度。除了教人像画之外呢，这次的课程也会包含全身动作的画法，以及大家最苦恼的手的动作的教学。课程会以直播的方式进行，每期四堂课，一共8堂，一周上一次。下课后也会提供影片回放以及改作业专区，让你不断练习，持续进步。如果你想要完整掌握人像画的技巧，就绝对不要错过这次的课程哦。